拦检还高速逃逸，南投埔里远景13号晚间扩大临检，看到名驾驶没有系安全带上前拦查，结果驾驶不配合，还开车高速逃逸，最后冲进山沟被警方逮个正着。而驾驶是一名毒品通缉犯，车上还有一二级毒品，警方也将他依法移送地检署侦办。等一下，男子开车没系安全带，远景要男子等一下，但下一秒，疑似心虚驾驶，不顾一切逮到机会踩油门一路往前冲，警方随后跳上车马上跟上，但一个过弯，人勒原来掉进山沟里。周围的草丛成了天然缓冲，车身钣金凹陷，引擎盖还翘了起来。消防人员抛下绳索进行救援，驾驶平安无事，算是不幸中的大幸。但拒检在先，警方随后盘查身份，发现驾驶是名毒品通缉犯。远景啊，也在车内有发现海洛因、安非他命等一二级毒品。那由于伤者啊身上没有相关的证件，而且啊拒不配合警方的调查，依毒品现行犯和通缉等罪嫌，移送南投和台中地检署侦办。13号晚间，南投埔里远景才在水头林业山寺一带进行扩大临检，就刚好遇上这名毒品通缉犯。虽然一开始踩着油门想当飞车侠，但最终翻落山沟，狼狈移送法办。记者曾汝成南投报道。